来去山上住一晚，当个一日农夫，社区小旅行越来越好玩，没想到却有违法疑虑。社区不能规划旅游行程，否则罚单接不完，只能体验不能观光，发展观光条例变成限制观光条例，民间推动社区小旅行修法，旅游业者大反弹。周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，让七连返乡拼观光，社区要找新出路，从社区营造到地方创生，社区旅游如何松绑？